杯。哦，你们讲罢了，真的要好感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五千那个部分，也就是我们的新加坡艺人工会我们的会长哈，全部是他 sponsor 的，真的很感恩哦，出钱又出力。你给你炸高高开鼓鼓，好了，我们应该无怨无悔啊，有两个，因为我们每天忙着赚钱，是，我们也应该出一点的哈。陈大哥，没有很多了，一点的耶。你要是没有时间花，我有很多时间帮你花。我刚刚从马来西亚拍片回来，对，那明天要飞台北，哇哦，所以去一个月，然后再回来，是，要飞中国，然后一个月再回来。哇，大哥，你差不多是要移民到这个飞机去一样了，在飞机上面住了，人家说我们每天坐巴士、MRT， 他整天坐飞机，怎么一样？所以我刚刚答应了 NKF 说，2月8号我们一定回来。你们会不会回来 ？Will we be back for us on November the 8th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？ Yeah， 所以因为是过年节目嘛，我们会叫更多的艺人。对，是，哇，更多的艺人。其实我们第一站的这个慈善活动也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给我们这个哈，是，哎，感触非常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常来这边吗？因为这边很舒服啊。有一个很好的礼堂，对，很舒服的环境。哎，有一些慈善中心我没有去了，不过他们是在户外，很热。对，尤其是最近我们的外头的这个空气很阴霾哦，所以我们也希望现场的一些的朋友们，你也在这个时期呢，就是要喝多一点水啦，也保持健康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每个月来，不过你们会看到险哦，就3个月来一次，3、4个月来一次，这样比较好哦。每次看到一个漂亮的，一个帅的，一个圆的。不是，我们的理事呢，就是差不多有整10位，那会员也是满100多位，所以会尽量会安排不同的艺人来这里为您演唱歌曲。好的，先带来第一首歌，就是阿兰娜，献给大家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欣赏。